刚刚被吃好的糖还要吃糖，可不好吃了，发脾气了，哎，发脾气就往地上滚，哎，往地上趴，哎，往地上滚，哎，蹬哎蹬，不被吃糖，已经吃过子了呀，不好再吃了呀，哎，侬滚，哎，侬卡里呗，刚不吃就不吃，说不吃就不吃，妈咪讲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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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凶吗？发脾气了。No, Coco, no. 看我做啥？不好吃糖糖，又趴下来了。哦，侬不开心就趴下来呀？妈咪讲不好吃糖糖了呀？又要做瑜伽了，又要做瑜伽了。侬可以不背起糖就搿能样子，哦，跟姑姑告状了，跟姑，嗯，乃末姑姑，姑姑拿搿维生素杯吃了，哎呀，姑姑想想，讲跟姑姑告状，哎，勿好吃了，对呀，那丢它，哎，勿好吃了，摆好，吃维生素算了，好吧，哎好，嗯，乃末勿行了，乃末心里失意了。有两只都放进去，不要再哭了。我已经跟侬白相了噶长辰光了，我现在帮伊摇摇摇摇了噶些辰光了。No， 不要给他一个拥抱。我吃累死他了，我要休息一下，不白相了。妈妈如此的冷淡。姐姐如此的温暖。三年的侬搿种经历了，哎哟，委屈死脱了。大人要吃累的呀，自家白相，可是自家白相。哎，自家白相对伐？哎，自家白相，嘿嘿嘿嘿。姐姐好伐？姐姐陪侬白相，哎，姐姐帮侬抱抱。早睡早起，锻炼身体，千万不要发脾气，学会爱惜自己，珍惜你的身体。我已经烧好了呀，番茄炒蛋呀。轰轰烈烈的人生，不能平凡的过了腰，灿烂的旋律。加油，可可，加油！哎呦，结棍结棍！哎呦，腹肌里出来，可可。加油加油！哎呦，可可结棍来，怎么？哎，结棍。每次我敷面膜呢，四宝宝都会有一点小小的害怕，但是呢又会来招惹我撒撒我，哎，就开心了。要我去作业，来喽来喽来喽。这是二宝宝做的金字塔，哎呦，我不要把它搞坏了。这个小房子，这个细节实在是太赞了。现在又是什么情况呢？现在是给他吃了一块奥利奥，他还要，不给了，他又生气了，又生气了。他不 OK， 他不 OK， 吃乖乖了，不再吃了，都吃一下吃的。哎呦喂，对吧？侬讲我讲了有道理吧？不要吃了啊，哥哥。你帮我呀。可可不要吃了。 No， 委屈，不要吃了。妈咪讲不要吃，侬吃过一块了。小人要讲道理，要知足。呦呦呦呦呦，行行。哎呦，两个人全哭死脱了，是吗？嗯，你有什么事？你吃过了 ？I haven't。我觉得你吃过了。然后 I haven't。那你吃一块，就一块哦。刚小子，老清老早吃只水蜜桃，哎呦，搿吃得来真的是哒哒滴。哒哒滴哒哒滴哟，哎，被卡卡一票，哎，哒哒滴了吧？侬自家讲，哒哒滴了吧？哎，
哎，看到哒哒点了，还看了该。侬自家卡。哎哎呀，哒哒点了，啊，哒哒点了嘛，侬自家卡卡，自家卡卡，不卡。哎，不好拿过去吃，蹲辣搿搭吃，蹲辣搿搭吃啊。那么不要吃了，蹲辣搿搭吃，否则不要吃了。不吃了。Hello， 能登到台子搿搭吃，否则吃得太饿。上去了，又上去了，又上去了。侬搿上去动作哪能介高三个啦？啊？你吃了一天时间了呀？你自个得晓得伐？你别笑。那个你自，我是幸福的混血四宝妈，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